瓦纳棕猫是一种以其独特的外貌和性格而闻名的猫种。历史，哈瓦纳棕猫是一种猫品种，最早在19世纪在英国培育而成。它们的祖先是通过将短毛猫与棕色短毛猫交配而创造出来的。因此，哈瓦纳棕猫以其美丽的巧克力棕色毛皮而闻名。外貌，哈瓦纳棕猫最显著的特征是其美丽的巧克力棕色背毛。它们的毛发非常短、光滑而有光泽，毛发颜色均匀，几乎分布在身体的所有部位上。它们有大眼睛，颜色从绿色到浅黄色，给人以迷人的表情。它们的头部大小适中，呈方形，耳朵稍大，末端圆而略尖。性格，哈瓦纳棕猫具有非常迷人的性格，与主人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。它们社交性强，好奇心旺盛，非常适合家庭环境。为了有经验的主人来说，提供适当的训练和关爱是至关重要的。它们聪明而爱玩，喜欢参与能够锻炼思维的活动，比如玩玩具和学习新东西。健康，哈瓦纳棕猫通常健康，但像所有猫一样，需要关注它们的健康。适当的营养，定期的兽医检查，锻炼和爱是必须的。肥胖是一个特别关注的问题，因此保持健康体重至关重要。它们还对阳光敏感，因此建议在受保护的环境中让它们室内生活。繁育哈瓦纳棕猫需要专业知识。选择健康的父母猫和有良好血统的猫，并制定合适的繁育计划至关重要。需要寻求专家的详细指导以获取有关繁育的信息。总结，哈瓦纳棕猫是一种具有美丽背毛和可爱个性的迷人猫品种。它们忠诚于主人并富有社交性，是出色的宠物。确保它们的幸福涉及关心它们的健康并提供充满爱的环境。